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吓到的，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真的只是开玩笑而已，然后既然就真的还发生什么事，我也就是有一点害怕，所以我朋友都说小 S 拜托你要讲话，请你讲好话，不要讲坏话，因为他们怕我讲坏话就很容易成真。总监最时尚，时尚时尚最时尚，来左边，哇哇哇，太时尚了，好来右边，哇哇哇，不好意思，如果你们要问有关汪啊王啊什么这类的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跟大家道个歉，这些事情我都真的不便多回应，所以如果你们是要问的话，不用再迂回的用别的方式问我，我就不会回答。还在说就没话，没话问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有第二机会，愿意邀你来参加。还是第一季有他？没有。他如果他，我觉得他不是，你很烦呢，你这。我第二季已经有人选了。我想要第一集发周杰伦，然后第二集看可不可以说动大 S 来上，因为周杰伦现在应该是目前就是比较都可以，对，希望他可以好好保持下去。观众都说你神预言啊，就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神预言，你看观众当中，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吓到的，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真的只是开玩笑而已，然后既然就真的还发生什么事，我也就是有一点害怕，所以我朋友都说小 S 拜托你要讲话，请你讲好话，不要讲坏话，因为他们怕我讲坏话就很容易成真。讲真的，我根本就不记得有录过那一集，因为康熙实在是太久远了，然后我也是看到网友剪出来，然后我真的不记得那个纸上面写谁耶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